没有营业多长时间吧？经营不善，经营不善。这啥时候又买的拖鞋？就是有人给我偷了，然后有一个人买那个拖鞋不能退款，而且太小了，然后就给我了。你的拖鞋又被偷了啊？拖鞋被偷了，那多东西。想买的拖鞋，十来块。从网给我买个行李箱，密码箱。密码箱。幸好我有多幸好我有一个新拖鞋是别人送我的，嗯，因为退不了款。你偷了，就是那楼上楼下都找不到。你藏起来了。那么多人穿拖鞋。装得起的人，一样样东西多，他打人还是打人呀？一九可能有一个老操蛋的。都比咱娘们多。我也不拿别人东西，就是别人谁也不要，我就要。对了，千万不要动手，千万不要动别人的东西，拿别人东西，拿别人东西以后在那见到谁人都说你是小偷，懂不？但是我是看谁也不要。冉姐成短发了，小兰说的，哎，我就要。啊，人家给你可以，你说你正。冉冉她学校有规定，不能留长发，所以就剪短发。然后我那个贾浩然就把那个。书包就给我了，坏书包是吧？但是那个书包好。我的个娘哎！怎么就我这？这个包这个皮是不是太薄了？嗯，没有绳了吗？没有绳啊，对呀。看见了吗？你看我那个书包是什么？嗯，我包个小脚的。嗯，我那个书包的话。嗯，姑娘。姑娘，这个儿子。我那个书包是安踏的。安踏的。我不要人，那个人不要了，那个。我的书包是阿里大斯。哦。真的。都是别人的。你的书包是阿里。啊，这姑娘，这都家里弄的吧？是不？嗯，我刚开始。然后有一个人有棉那个冬天穿的棉衣不要了，而且我穿的刚刚好。衣服，这可是酱给买的拖鞋。人家也是，不是你买的不一样的话那还好，那也不错嘞。哎，你买那个拖鞋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那个就，然后还有人嘲笑。你像这个是网上买的对不？干的买的，这网上买的呀，这个是网上买的。他网上买这个都不一样，他偷了他也不敢穿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也豆皮大黑了都。然后我那个那个有人不要了棉衣，上面那个。就是这个上面比较常见的，我知道了。走的时候从家里边拿两个盆，让你爸给你焊个那个窟窿眼儿，吊个绳儿。一说上面写活人的名，像活人花不用写名儿，直接绑个就摊个窟窿眼儿，完个。哎呀，香点儿最好摊。你写走嘞？你写名儿，你用手写，那个椅子扎碎嘞。不是，是个那个上那个铁丝，哎，真的，热乎乎的，就让那个好哎。我干点事喽，五号人，两个事儿真的喽，这就可愁了。那还不如用那个铁棍儿摊个，就摊个从那个盆子边儿摊个。那也能人，穿个人是能人，直接穿个绳不错了。穿个绳走吧，穿个绳那就是个记号，知道不？你写名儿有时候那个绳儿就卡不清，你往哪写？穿个绳，你说那个那也穿绳。那穿绳了，你去弄吧，你别让那个名了。那么我给俺也穿个绳。没法弄，他想弄你嘞，他早点想弄了你。不用这气的，咱给教练反映一下。啊？不用反映，教练没有，教练也头疼。你得跟他说，跟他反映。哦，不能不跟他反映。孩子哭着也偷了，哭着就拿偷嘞。我上一年都。他在体校年龄最小。嗯。没戏。那有的小孩儿，他那个游手好闲嘞。估计我给你这个手表，你戴不了多长时间。别戴到那儿了，好人。我放行李箱里。别下冰箱卡我了。我放行李箱里。那个就是咱卡底儿嘞。那我放下。那我应该可以放行李箱里边，然后就不带。就咱卡底儿嘞。那你看时间嘞。学紧张不好，学着挺近的啊，挺近的。就那样吧，学了多少人？已经是八十多了，挺不错。你学紧张吗？脑袋学紧张吧？学得紧呀，一对一肯定能学得好。完了，一天咱学了成绩，我这嗯，啊，这还给我俩成绩，对了。在体校苦不苦？
还行。还行。不算太苦，努力努力，一天就过去了。我看看。咬咬应该是咬咬牙，一天过去了，是不是？嗯。你觉得在这儿过得慢吗？有点慢。都有点快。你一共走了多长时间？知道不？知道啊，两个月。你下到半个月呀？快了。快上月了不？到十一号，十来天。一月底俺们过完了，快十一号了。就是这样，没有十一号走了还都，都在那儿歇着。我是在家待个几天呀？两天。待到五一放假完。嗯，五号才让你返回去的。啊。嗯。你说五号，那就是七天。嗯，你二号就返校了，你五号染可以休息到五号，所以到时候是吧？孩子五号染返校了，你再回吧。啊，嗯。哎呀，爸爸是不是把车放那儿了？嗯。车。放到那个一个阿姨的家里了。咱闹我说的，闹我吃的，少人就一个吃的。主要你个东方明珠，爸爸，那个东方明珠你是不是去过呀？嗯。东方明珠那个。里边我还没去，我这趟去了我就去。我记得你上之前不是是那个圆形那个大酒店，不是？东方明珠。上海东方明珠，稀稀疏疏一个地方的。你为啥啥都知道？之前说过，妈妈，这中间有个洞。对，我们捏的那个都是开封灌汤包吗？汤包。开封灌汤包。汤包就好多汤。开封灌汤包哪能吃得惯？上海的灌汤包。6.25分，蟹黄灌汤包，6.25分的，十八个人。一家人齐心协力，我不用齐心协力，我就看着。你给我们加油打气，加油，努力，整个好成绩。每天早上你在体校跑多少公里？你都算过？和他们一起跑。一圈是多少公里？一公里，然后早上都跑10圈左右。嗯，那就是跑10公里。下午嘞？最少，我说是最少最少的，就是6圈、5圈。哦，最少5-6圈是吧？嗯。一般都是10圈。嗯。下午跑多远？下午。下午有时候就唱毽子，然后练练力量，举那些哑铃片啥的。你还举哑铃呢？嗯，你看，就这样，然后串片，然后在那个这样举。你还用举嘞？对，得举啊，举那个10公斤，然后20公斤我能提起来。你妈呀，举10公斤，轮死了喂。20公斤就40。不讲强举，举着了。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教练不会让他举太重。啊。我举过呢，那个能举得起来。举起来也不行，举着起来不行，举不了都会了。儿子，比较逞能，比较逞能。这个稍难一点，哦，就是这样。哦，比较逞能。那你们坐在这两起坐着呢，知道了不？我知道。听教练的话，教练让你举多重你就举多重。那有多少？我就举10公斤。啊。然后有时候，如果最多我有劲儿的时候，教练让我举15。快。你可以要求，你说这个轻，嗯，15，你可以跟教练要求，就是说10公斤的情况下举这个，对吧？你有什么事你跟你。但是想举多少就举多少，可是需要举起来。必须要举起来了，是吧？嗯。这个你跟教练。我能举起来。老狼的手有一股阿发的味道，别包了，怎么可能？没有，只有他自己的味道。你看看，儿子不行。阿发也去那个阿姨家了。嗯，你见过阿发没有？见过呀，不是那个过年的时候在家来是吧？不是那个大黑。对，大老黑。
小黑。你呢？读弹幕吧。有人送礼物了，你就谢谢啊。嗯。荧光棒，你为啥不谢？谢谢彭风刹车片哥的荧光棒。你叫叔，谢谢谢谢。你叫叔啊？你还能叫哥吗你？你OK。知道啦，下次一定。还有掐指一算，不是我的叔叔。谢谢荧光棒。国来的。国宝来的猴子，谢谢荧光棒，一个。谢谢谢。Thank you。你如果嫌我名太长，你就可以找两个重要的字儿，直接喊。国宝叔叔。对。哎，聪明。那能不能叫猴子叔叔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这就是一个 ID 无所谓的。一个网络名称，对吧？小狼是我吧？嗯。好，我肯定上四年级，好吧？我这么小。十岁。阿伟。阿伟。阿伟曾叔。哼，没有挨揍。没有挨揍，暂时没有挨揍，暂时啊，暂时暂时。他说回家被揍没是吧？暂时我还没有揍他，因为表现不错。谢谢独狼哥的荧光棒一个。叔，你怎么你老叫哥嘞？俺们叫哥，你得叫叔啊，要不。OK。你怎么老像越级嘞？懂了。懂了，又学了一个小技巧。小狼有女朋友没？没有，这是在憋大招，什么意思呀？我咋憋大招了？谁揍谁？我还不一定呢。我去，不是那弹幕说的，谁揍谁？弹幕是吧？我他妈，那个弹幕给我敲坏了。我以为他跟我说了谁揍谁还不一定呢。老王现在心慌了，都有点，这咋办呢？扛不住啊，兄弟们！我没有女朋友，说了没有啊？我说了没有？我没有女朋友。你说我还小嘞。什么嘴上说了没有？我就是没有。你们学校都是大汉。我没有喜欢的女的，我也没有暗恋对象，好吧？我没有。不要说这句话。因为浩哥，正在学习呢，对吧，黄然？有男朋友吗？我没有，这不可能。你们太坏了，问女朋友就过分了，还男朋友。那你有喜欢的没？没有。太坏了。应该有男朋友，我不可能有男朋友。你不是我女朋友，你不是。谁的电话嘞？来，拿电话。看看谁的电话，拿过来接。我没有追的女孩。哦，幺幺幺。我喊你别惹人家。喂。喂。有啊，有小伙伴。2楼2单元。没有就我没有学会小连边，那我看看上面。东湖。往回，往回来又给教坏了，你别看了。啊。你别看了，回来。对。你不是我女朋友，谢谢。我问你们怎么？我不看了。他们嘞。一会儿给我儿子带兜里来。不要干了。发生过没有？妈妈，哎，没有人，马上上来了，他等一下。那我刚才开门的时候，那个风太大了，又给我吹回来了。狗呢？狗搁我爸笼子那里呢，在一个。
也懂事了，还知道谢谢。你看那嘴是不是啥人？什么嘴呢？那个嘴还好，嘴也是。像一个个说老李都不得力的了，啊，讲开啥事儿？那个说多了都发了慌了，跟俺爸一样。咱爸听着说的多，哎呀，你别有事儿了，别有事儿。放哪儿？放桌子上。哦，这么多。点这么多。真亲切。那是。胡一人。胡一人。你担子说明点吃了呀？哎呀，我天。哪个叔叔买的？我要去好好谢谢他。啊，来来来，那你歇吧，蛋子叔叔给。蛋子叔叔，谢谢你，你和上一年一样。来来来，站起，掂起来，掂起来，掂起来给叔叔看看。谢谢蛋子叔叔，我向您鞠躬。哎呀，我天，哎呀，俩人都鞠躬了还。吃吃吃吃吃，把那个客厅的桌子收拾下来吃啊。谢谢蛋子老弟。嗯，谢谢蛋子哥。好兄弟，好兄弟啊！咱你为什么叫单子哥叫老叫单子叔叫老弟？因为他比我小。是的。你说我妈妈出来了，让我喊炮呗。你能让喊炮就行。炮哥，快点开播游戏大主播。嗯，儿子比我能说。蛋子哥，四瓶饮料是给我爸爸跟我妈妈一起也喝吗？嗯，不叫蛋子哥，你叫蛋子叔。蛋子叔 ，OK， 懂啦，又懂啦，一个小技巧。都是让你们喝的，但是不要喝撑了。知道，我放冰箱里边喝。嗯，没。一会儿去爷爷那吃饭呢、啊。那我不用吃了，要请那个姑姑来不？不知道呀，你少吃少吃一点行吗？哦。不到，我真知道。你们也受不了。一年都不到。浪漫都。收机了。小花儿的是吧？你妈的，哈，这不见一溜儿。老奶奶。哎。来，给你一个腿儿。哎呦，你老奶奶细腿。你先来。你不吃，你也最好吃一口。我不吃，你咬一口。咬一口，给我。咬了半了。从孙子给你拿吃的，正好给面子。妈呀！给我点面子，好吧？嗯。奶奶真能吃。好，我不要倒了。嗯。把同事让活人。活人。嗯。给你姑姑打电话，让你姑姑晚上过来吃饭。等一下啊。嗯，一会儿挂了这个，先放，先打吧。我回来了，去爷爷那吃饭。你先说，我先把那个放回去。你说让你说的。嗯。姑上上班了，估计。哎呀，不知道能不能接电话。把那个里头给了黄桃，没叫你的，你把不是，咱俩一豆子来揉嘞，你叫他吃嘞。吃完了再叫他吃。对，七七哥，浩浩回来了，刚刚还说你。我就是回来了，来，我又赢了。给七七叔叔打个招呼，七叔叔好。嗯，谢谢你之前给我和我爸爸的游戏机。哎呀，你可记死了，这见一次感谢一次，见一次感谢一次。脑子好使。他叫。嗯，不行，上着班的，医院比较忙。嗯。我呢？嗯。咱垒一笼呗。不着，回去啊。给你。嗯。放桌，放桌子上去。真能咬得动起来了，那个。那个怎么咬都是啊。这两个，再给这两个放冰箱里边吧，是吧？嗯，我就要放。
你受不了，你放哪儿我给你放吧。怎么放？放，全部吃完，明天了那吃的嘞。妈妈说冻起来之后难吃的嘞，你选择一个，现在就是。两包是吧？脑子里有菜的，加个火腿出来，加个火腿，整四道汤子。还有菜，有点油，然后勺子上锅里擦一擦。别掉了，你也不能吃，你吃了好几个。都是好东西。你再长糖多点呢。一会儿把一揉嘞。泡到那儿都是，就剩有点就行了。揉了揉了揉了，包上啥吃？嗯。搞个丢啊，该。我一卖这个糖包，我都是太阳，里面都是糖，小花卷，花卷里边有包的东西吗？有，那个三角形是糖包。这样不容易流糖。好吃吗？这个我也给了。一个，搬一个。那孩子现在简直不要太懂事。好奶奶，那啥小蛋糕，我怎么嚼这个直打哆嗦？那个小心吃啊。大概吧，几点钟过去？姐，你用手套吗？这个用手套，大概就6点吧。我看我没有用手套。你用不用？啊？不用，我看6点。6点。那我。只有7点吧。我起来了。今天稍洗了一点点。稍洗一点点是什么？吃你吃你吃你，都沾着手了，快吃吧，别擦秒都是啊。这是阿喜他妈。这是阿喜他妈，欢迎我月初妹妹。你上完厕所谁讲镜头？我的爱，姑姑是不是来不了呀？姑姑上班。
上班嘞，下班打电话。晚上来，来吧。那杨启新和杨启恒也来吧。晚上睡觉了。嗯，对对对。没会儿就找明天。嗯。哎，让我来一斤儿。谢谢玉珠小姐姐。谢谢我玉珠妹妹的20×3连击的一心崛起。谢谢。这不是雪糕，不凉。哦，不凉不凉。妈妈，嗯，回来吃的话，那不就化了？嗯。顶蘑菇。少吃点海带。那是不是回来吃成化之后放冰箱？丢完手不放会儿。嗯。哎。就和这一块儿好吃，好吃。喝喝这个。欢迎我于哥，把那烟灰缸给我了。你尝个全关啊！你觉得热是好喝还是凉的？热是好喝还是凉的？刘云随风哥的这个荧光棒，谢谢二重生哥的一星崛起，谢谢二重生哥。妈妈，嗯，你也在这儿玩嘞？我不玩。没抱。刘云给我抱。不好抱，抱你俩抱。我都蹦上去了，我去！谢谢二床生哥。要不然今天还是关上吧。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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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！漂亮，漂亮。吃那蘑菇就有一命，行不行？这手法行不行，兄弟们？
80后对这个游戏比较有感兴趣吧，从小玩到大。吃一个一比一都吃一个，别说。哎，你别一惊一乍的，行不？烦了。
嘿嘿嘿。哎呦。然然，这还有个这个的呀。你不吃？差一点，妈。啥呀？买啥呀？这个是年糕，老师，我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哎，我去啊！啊！完蛋，完蛋，要放要完蛋！哎呀！哎呀！漂亮，宝宝，你这里边又有新的小怪了。还没变低，跟您是不是卡 bug 了？什么叫卡 bug？ 你蹲了一下，你那个炮弹，本来是能可以打到你的，然后你又一关，这就是卡 bug 了吧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不是跳着，然后那个导弹不是打到你了？卡到了是吧？啊，你突然蹲下，然后本来是可以打死你的，但你没有死。哇，这么长，完蛋，这关够呛了。哎呀，白痴！蒙的你信吗，花人？嗯，全靠蒙你信吗？我信。哎呀，差一点点。
bug 就是漏洞，这就对。这个难就对了，我爸不就说了吗？又白吃了。哎，法王，你为啥不能就不吃这个？你找着孩子一家，把我压死病嘞。谢谢摄天叔叔的荧光棒，谢谢精神叔叔的导超导，谢我放学双听，有点难为我，偶像偶像偶像，盼着好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你弄了这么多关了，我重来了。走，爷爷那吃饭。走，我妈。走了。嗯，出发。哎呀，今天就早点下播了啊，兄弟们！今天早点下播了，去我爸妈那儿。哎，我们团聚团聚，吃个饭。长得一堆彪。啊。没事，拜拜，明天见啊！我找一个厚点的羊毛衫。王涛还在喝呢。拜拜。找个厚点的羊毛衫。拜拜，兄弟们，来，谢兄弟们啊！感谢，破费了，属实破费了。拜拜。我是石培。